所以外界倒不必要先射箭再发牌。像这个东西，党中央应该有成立相关的委员会来做的调查，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当然尊重调查的结果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，外界直接用吃案来认定，我觉得说或许稍微过了。我觉得党中央会有一定的说明，所以外界倒不必要先射箭再发牌。基本上我跟政前委员认识，我认为超过20年以上。我认为政前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好朋友、好同事，对他是有一些信心。但是被指控在性骚这一部分是有吃案。没有，我想他在这一部分里面啊，不能说一方有指控，然后经过相关的调查，而最后认定跟原来指控者的想法不一样，就觉得是吃案。我倒觉得这一部分应该由相关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来说明。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有很多更细部的东西，我觉得到时候由委员会来做说明，或者有相关的回应，我倒觉得比较正式，而不能用一种所谓想象的空间，或者如同我刚刚讲的，跟所谓指控者的诠释有所不同，就来定罪。